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心观》。我们的一个手啊，手掌啊，或者是手部的一个结构啊，是非常灵巧的。在手的前臂这个地方是有骨头，那么骨头跟这个上面有个韧带，上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啊，把这样的好多的一个韧带跟神经跟血管把它固定在这样的位置啊，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肌腱它才有办法去发挥它的一个灵巧的功能，力道的一个传送的过程中不会散失掉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个结构都有它特殊性，在那样的一个位置，用最简单节约的一个空间去达成最大最有效最有经济效益的功能啊，所以这个手这个非常灵巧。那可以看得到，我们手腕这个地方啊，骨头也不是一块，因为如果一块它就没有办法。你看手，我们可以这样子非常灵活的一个转动，你那个膝盖有办法这样变成这样子转吗？不可能。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结构上它赋予了它很多的一个活动性，这样我们手才有办法从各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去执行那么复杂而且又很精巧的这个动作。所以再从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面来看的时候，你看外面的皮肤底下有肌肉有韧带，底下有这么复杂的一个骨头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一个手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那韧带之间它也有很多的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像特殊的薄薄的一个软组织啊，给它稍微固定住啊，这很像钓鱼钓竿上面的那个扣环一样。这样的结果，我们的韧带它在末端能发挥的作用就会比较大，好像滑车一样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力道就会传送到末端去，而不是在中间流失啊。这个可以看得到，手指头的这个韧带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的手才有办法做灵巧的一个动作。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这个手啊，基本上运动的功能以外，它还有更重要的感觉啊。大家看到，这是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印啊，其实它的本身的一个纹路啊，也就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啊，我们是要很灵巧的去触摸。那为什么要有纹路？主要理由就是那个地方要分泌，在那样的一个纹路之间，它是有凹陷的地方，它会分泌汗水，有液体，所以这样的人让我们的感觉更加灵敏啊。所以你看看，一个手要发挥它的功能，牵涉到运动、感觉两个加在一起，而这个感觉又是很纤细的感觉，绝对不是粗枝大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才有办法达成它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那个手要去画东西，要去雕塑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其实也牵涉到东西也蛮多的。这个一位17世纪的画家叫阿尔贝尼啊，用石刻画的一个方式啊，不是用石头去刻啊，意思就是青石的方法可以复制好几种好多个这样的一个画作出来。他把画室的一角或者是艺术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作室的一角，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大家可以看得到，他要雕塑出这样的一个画像出来，他必须要很精巧的把他的一个这个比例啦，然后各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形象啊，非常惟妙惟肖的给他呈现出来。好，这个一角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整幅的一个画是这么大的一个状况。刚刚我们看得到那个一角是只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一角。可是这个地方显然很复杂的东西在这里啊，这里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也就是他希望借着这幅画告诉我们什么？艺术绝对不只是艺术啊，它跟很多东西是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医疗也是绝对不是医疗而已啊，它跟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其实更广义讲，每一个行业都是跟很多的事情连接在一起，绝对不是孤立的。人也是这样子，绝对不是单一个体，而是跟很多的东西有非常强的一个连结。好，我们看得到这个刚刚讲背后这个地方，它有几幅画，它代表的就是画作的一个历史。早期宗教色彩很重，后来肖像画王公贵族为主，后来风景画，这是好像是绘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间长轴。可是要把人物画得那么样的惟妙惟肖，雕刻要弄得那么样的一个这个内涵呢，可以呈现出来，靠的是什么？解剖啊。所以在他工作室里面有人在做解剖啊，不是医师在做解剖，是这些学习艺术的人在做解剖啊。可以看到他从胸膛这个地方要把他这个内部的结构弄清楚啊，不只是肌肉或者是皮肤的一个纹理，还有人在描绘骨架，
这是骨架，所以这个是十七世纪啊，距今300多年前的一个状况啊，也点出了这个医疗跟艺术之间的一个关系啊。然后这里有人在这个地方，这是说什么？这是圆规啊，类似这样子，这是表示跟数学也有关系啊，测量几何跟艺术也有相关啊，所以这个是让人家觉得蛮佩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广的一个角度去思考事情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还有一个这个让一个图谱还是什么东西去给他看，这已经看得不是很清楚，其实他在指导他的是一个眼睛的图谱啊，所以这个艺术竟然也细微到一个器官一个结构的一个状况。好，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视觉方面的问题，眼睛模糊，眼睛模糊，那么眼睛模糊的结果当然就先去看眼科，眼科医师一看，这个眼压比较高啊，眼压比较高，可是看起来不是像青光眼的那个状况，可以做一些检查，不对，所以这个眼科医师警觉性很高，他就给他转到神经科的医师那个地方去看，因为视力模糊，它所呈现来的东西绝对不一定是眼睛本身的问题，不一定是水晶体的问题，不一定是视网膜的问题，可能是脑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神经科的医师一检查也发觉不对劲，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不太对劲了，然后进一步看的这个核磁共振看的时候，是在这里有问题啊，这个肿瘤在这里啊。肿瘤在这里啊，所以他的一个肿瘤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怎么会去跟视觉扯上关系？我们待会从结构上跟大家看小脑啊，小脑的一个状况怎么会跟这个我们的视觉扯上关系啊？这是从这个正面来看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比较靠后面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我们正常两个小脑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它的一个肿瘤在这里，蛮大颗的一个肿瘤，大概差不多3公分左右在脑子里面，所以那么大的一个肿瘤出现的症状，他想小脑不是应该跟它的一个运动有关系啊？这个小脑是在我们做一些运动的一个指令，从大脑这个地方运动中心下达的一个命令，中间会有好几个中继站，给他把这个讯号做加强或者修饰的动作的时候，他也会到小脑这个地方来，小脑会给他做很多的这个弄得更加顺畅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帮忙啊，所以使得我们的动作不会是这个好像是很粗糙的那种感觉，而是非常细腻的，可以这样子很平顺的把这个动作给它执行出来，所以靠的不是只是运动中心而已啊，靠的很多个地方，其中包括小脑这个地方也要帮忙做很多的动作，所以小脑的一个连结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状况，小脑的一个细胞，它的密度是比我们大脑细胞、神经细胞的密度还要来得高的，它的这个影响当然也就比较深远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的一个脑部的一个结构，绝对不是只是单一的，从名称上我们就觉得，小脑就好像是比较小，不是很重要的意思啊，绝对不是这样子啊，负担的很大的作用。可是它为什么不以这个步履或者是行动方面的一个障碍去呈现，而会呈现出视觉的一个问题啊？事实上跟它位置有关系啊，这是前面的地方，所以我们视觉会经过这里，到达后面视觉神经的这个脑部视觉神经的地方，而这个是小脑的一个位置，所以小脑的肿瘤它可能慢慢长大的关系，运动方面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它不是突然发生，但是呢，压迫到这个视觉神经的一个结果，造成视力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神经的肿瘤，他们给他做神经外科的医师给他做血管摄影的看，可以看得到，这是血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不是立刻开刀下去啊，把它切除的意思啊，而必须要先做栓塞啊，把这个地方的一个血流尽量给它降低，然后神经外科的意思再给它做切除的动作。你看一个症状会是这么样的不一样，来，你收看，你再会。